哋咧今日要表演嘅歌曲咧係《一雙手》，咁我哋交個舞台俾佢哋啦。在人生的路上面，將會有不少的高山低谷、困難和障礙，會令我們感到無助和沮喪，但我們相信只要憑著一股勇氣和堅持，頑強面對，拒絕放棄，迎難而上，用我們自己的一雙手就可以創出一片新天新地。向理想邁进，记得。